亲爱的中国朋友们，你们早上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一中国女人的春阳牡丹，在英国啊，一中国女人的春阳牡丹，这次话重复很多，所以有时候难免说的不太正确。今天是周末了，星期天，英国的阴雨天，很麻烦。那我就坐在家里为大家唱首歌吧。这首歌就是是否，我想把它唱的再淡化一些，唱的再平和一些啊，人生之后的那种沧桑感，哎呀，我努力吧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？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离去的脚步。多少次我忍住胸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在乎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？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离去的脚步。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在乎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